这个无字的情配是真侪人唱歌比赛拢会唱的歌曲，但是是我有史以来听到说是用这么自在的、自由的拍子，但是呢，到了后半段呢，就有点拍子上的就有点抢了一点点。我跟子宏老师都有那种感觉，但是我们不晓得你的心意是否是认为说我就是要自由的，那么的波澜的那个方式去给它呈现。都有可能，所以我觉得你的声音盖过了一切，你的所有的技巧，所有的一切，歌词来对歌词画面我们都看到了，所以已经没有什么话可以讲。俊逸的歌声真的是已经自成一格，然后就是那么好听，我觉得他的声音就是好像绵里藏针这样哈，轻轻啊，主宰主宰啊，但是里面吼足侪伊的感情甲伊的伊家己的口气里面啊，所以我觉得。你要这么自在的诠释一首歌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有的时候就是常常不小心就会以为是抢拍，但是我觉得俊逸是他很自在的在拍子里面游走，这个是很厉害的。